你个小淫贼，居然敢霸王硬上弓！姑娘们，把他围了送官！啊！不是去看戏吗？怎么又回来了？小琴，小琴，你干嘛呢？刘姑娘，凤姐找你。好，我知道了，我现在就过去。就逛个黑市而已，还是别穿太显眼，毕竟是帮师傅办事。你说呢，小琴？小琴。小琴，司马长卿在县令王吉面前弹了一曲《凤求凰》，这一趟可不得了了，从此便勾住了躲在门后面偷听的那位少。别磨叽了，谁大老远来这儿听你私奔呢？不乐意听就走。公子，继续。你说谁呢？你个黄毛丫头！哼！哎呦！你等着。没在家伺候你们家那矫情的主子，怎么跑这儿来？东姑，你不也没陪你们那女帮主吗？您打听个事儿啊，你们南城要是有什么不干不净的好活，都在哪儿出手？我们南城怎么就不干不净了？你嘴巴放干净点，别以为你刚才帮了我就可以查我户口了。就刚才那几个小瘪三，姑娘我还是拿得下。就因为是几个小瘪三，这哪能让姑娘你自己出手脏了衣服啊？对不对？油嘴滑舌，我看你长得好看，多看几眼不行啊？和武云阁那些油腻的男人一模一样，想要出手易货去南城大巴扎，少在这打着幌子骗姑娘。走开！真是掉钱呐、小哥生得俊俏，可是看着有些面生啊。要不然姐姐给你打个折上折。是个讲究人，今天姐姐一定好好伺候伺候你。这位姐姐，我要找的是你们这儿的头牌。头牌？我就是头牌。不过那都是十年前的事儿了。想要找头牌，我们五云阁的姑娘个个都是头牌，就怕你口袋里的钱不够多。哎呦呦，别烧着你了，那是火。凤姐，他是银城首富李大当家，难怪你这么狂，该狂。姑娘们，都出来迎金主啦！来了！师傅，哎，村里面谁啊？李清流啊。
你认识他呀？他是个大人物吧？长得又帅又有钱。他就是个狂妄的好色之徒，居然还跑南城来了，死变态！离我远点！哎呦呦呦呦，你赶紧躲一边去！哎呦哎呦呦，哎呦呦，你怎么回事啊？还把公子给惹生气了？得当家的，这么多姑娘都不入你的眼啊，你想要什么样的？你们这里的花魁质量堪忧啊！哎呦，把你们这里里里外外最漂亮的请出来。啊，最漂亮的都在这儿啊！啊，最漂亮，凤姐，她说的最漂亮的会不会是龙儿呀？闭嘴，出去。龙儿是谁啊？他呀，不卖身，不卖艺，连笑也不卖。喊他进来。李当家的，今天你就算要点嫦娥，姐姐都给你请来。他呀，真的不行。李公子，人我给你带来了，好好聊啊。怎么是你？骗够了，跑五云阁来挑三拣四。你就是这里的头牌。别这么暗地里扎针伤人。暗地里？你这门口挂着大大的招牌，就差你自己大声喊出来了吧？那是小琴。算了，我跟你说这么多干嘛？哼，怪不得昨天说什么起得比鸡早，睡得比狗晚，原来你就是这个鸡头啊。我当时差点就被你的花言巧语所感动。哼，我最看不惯你们这种登徒子，仗着自己有几个臭钱来姑娘我面前摆谱。那我是不是应该也像他们一样陪着笑，看你的冷脸，听你的挖苦，被埋的死了还要行个礼，娇滴滴的喊声公子呢？说完了，轮到我了。我的金线呢？你金线我怎么知道去哪儿了？失窃现场留下了证据，你这五云阁的头牌莫非还想抵赖护短？话给我说清楚了，偷鸡摸狗的事儿姑娘我从来不沾。虽说女子难养，但也不能伸手偷摸。啊，姐，他们警察好坏呀。弄坏东西得三倍赔我啊！我从来不跟女斗，别逼我下狠手。把金线还给我，好好做你的皮肉生意，咱们井水不犯河水。数条线索都指向你，还想狡辩？姐妹们，救我！放开他！放手！放手！放下！放下！听话日的，你个小淫贼，居然敢霸王硬上弓！姑娘们，把他没了送官！啊！没把你怎么样吧？上哪儿了？你别以为你是银城首富就可以为所欲为，在老娘这儿，天王老子不守规矩都不行。他就是你们这儿的头牌，还有脸在门口挂招牌，他是个女贼。你少胡说八道！什么女贼啊？我明明看见你从他房间出来的，好吧？他进我房间？对啊，我看见他的时候，他就刚从你房间出来。这是你的？你还偷看我洗澡，你变态啊你！你什么都没有看见，你还想看见什么呀？抓住他！好了，别打了，别打了。